先拿一下麦克风，先让 Dino 在舞台上面先来进行单拍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让所有在这边久等了的媒体大哥们，还有大姐们来一起来拍一下哈。我们今天来到现场，看到了 Dino 李玉玺，即将要在6月22号发行的是他个人的第3张的创作作品。哇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《Sing With Me》专辑里头的首播的同名主打单曲，等一下到舞台上面也要来问问看 Dino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音乐感觉在他的新专辑当中。好， Dino， 我们先从左边看起哈，我们从左边这边来，我们先从左边这边看起。好，我们慢慢的往中间看过去，红色 T 恤这边，黑色 T 恤这边的大哥来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摄影机区了哈，在我们摄影机区这边来跟我们挥个手 ，say hello 之后，还有哪里需要补充画面的吗？如果来左边再一下下 ，Dino， 我们左边在这边一点点哦，来这边，好，好，李玉玺上哦，看中间，好，我们这边再拍完之后，待会晚一点点还会有摄影的时间 ，OK 吗？好，再看一下这边黑色 T 恤这边，谢谢。换个动作，拿袋子，把袋子拿起来哦。这是什么动作？要不要旋转3圈算了？来 ，OK， 看这边，好，哦，这个，好啊 ，OK， 再一个，这是海带舞吗？这是海带吗？海带拳的意思吗 ？OK 了吗？好。我们先来进行访问，好不好？再一次欢迎 Dino 李玉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。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